我问你三个几个问题啊，如果渴了怎么办？喝水。啊，喝水。那如果有垃圾呢？啊，扔了。那如果妈妈累了怎么办？哎呀妈，按摩呗。下来吧。哎，小北北最近好像有点瘦了呢。我的妈呀！啊，拿个罐儿，是补补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啊，是不是？